月希自从有了三岁女女淼淼之后，成日都话一定会追多个，最近就收到风，佢终于得米啦，已经怀孕三个月，仲要系迟固定添，同女女凑成一个好字啊！呢段时间疫情嘅关系 ，Jenny 好多时间都留喺屋企。早排佢仲以私人理由连推两套重头剧，本身瘦底嘅佢都唔难呃到人，但系突然推剧，加上 Instagram 上嘅蛛丝马迹，好难俾人怀疑佢有咗、啊。例如呢张相咁，佢留言话自己54kg， 比平时重咗3kg， 但见到自己嘅脚同手臂仲系咁细，今晚可以放心食宵夜。仲有另一张，佢着住副新衫摊喺 sofa 休息嘅相，话自己做完音乐 live show 之后瞓低，种种迹象都似系大肚噃。呢日我哋咁啱就见到佢同老公 Alex 喺尖沙咀嘅商场行逛，两个人去到首饰铺度行，有倾有笑。Jenny 行到另一个饰柜嘅时候，期间仲要双手抱胸，见佢个肚有少少突。买完之后 ，Alex 就拖住佢离开啦。如果 Jenny 真系有咗，今次真系佢收到最大份嘅母亲节礼物啦！东望上你睇新增咗赞分任务。每日签到同埋阅读指定新闻，快啲下载东网 app， 一边睇新闻，一边赚到更多 OM.CC Coin， 换取丰富奖赏。